梦就像一面镜子，能够映照出人心的裂痕之处。渐入磐石之人也会绝望崩溃。这两天死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是妖邪作祟，把人困在噩梦中，活活吓死吗？那这个妖可不好对付。姬妖司当全力以赴，侦破此案。我们需要挑选一支冲锋陷阵的精锐部队。失去。刚才的梦境不美吗？噩梦就是，当你以为结束的时候，其实才刚刚开始。我再次失控的话，你一定要杀